老婆，吃半条鱼。哇，大块头啊，我喜欢吃。只要你喜欢吃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哇，太豪横了吧，小两口啊！吃这一锅，这一锅得老贵了吧？大哥，不贵不贵，这一锅才几块钱。那得快，赶紧给我来200块钱的。大哥，你要200块钱的，你能吃得完啊？200块钱还能有多少啊？在咱们家，一张用不了就能买到满满一大箱子，拒绝浪费，从你我开始，跟赵丽玲呢。老婆，给大哥好介绍一下。大哥，太香了啊！三包大个蛋黄三明肉，三包鱿鱼脖，2包生海章鱼须，2包花甲肉，再来2包葱黄肉，满满一大箱子。今天在小妹家下两个点，再给您送上2只澳鲍，一箱一共14包，只需2.9，还给你包邮呢。哎呀妈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